有民众开车路过一间加油站，却看到这副逗趣场景。他们该不会在招生意吧？只见一人扛旗，一人穿公鸡装，另外两人拿着加油棒在街头揽客。短短五秒画面引发讨论，比较吸引人家的目光啊，这是一定会。一方面觉得他们蛮辛苦，另外一方面觉得蛮有趣的。蛮有趣的，他穿那个公鸡装。在桃园一家新开的加油站，派出四位员工出马揽客，搞笑画面也让网友笑称：“大师兄回来了！”什么叫生无可恋的表情？他们真的需要加油。众人忍不住无限回放，影片短短一天已经超过46万人次观看。另外，在高雄的一间加油站，只见一名员工身穿制服，却头戴花色防晒头套，外加一个黑色墨镜，在路口处大跳台客舞，就是为了吸引注意，把顾客拉上门冲冲业绩。吸引顾客的方式千奇百怪，员工强颜欢笑，让民众却看了会心一笑。记者刘吉娇、郭玉轩综合报道。我是哈允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允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